好，暂停结束比赛，继续进行这个间接吊球，在门前乱进之中，红尊的神来一脚把球给踹进球门，真的是一团快点红当中啊！哇，他们在乱进当中，比零喽！啊，这个比赛有没有你觉得表现亮眼的选手？王队的日本人，不够。对不起。加油！是啊，就是一直输，然后忘记赢的是什么感觉。但是我想说，足球一定要拿下来，让我们换队有更大更大的动力去往前冲。上半场时间到，双方是零比零平手。好，下半场的比赛，八分钟比赛开始。我要踢到裁判，快防守，快一点，准备快一点。子杰也是从幼稚园踢到国中，然后担任的位置在十一人制里面的后卫。金秋，哇，东山爱，继续啊，脚，年纪，脚到出了。场上的比赛继续进行。我这边东晓泰带球之后，谭俊文传的很干净。继续。真的传很干净啊！我谢荣在人群当中，哇！谢荣没有放弃。谢荣在跟怪物笑在争球啊！哇！谢荣要值得给他掌声鼓励。这么小一个个儿，三个黄队夹着他。这么瘦。非常勇敢哎！对，你现在球权还在蓝队脚下哎，潘俊伦只不能用手，他忘记了，必须要用脚开。对，边线球啊！对，不是十一人制啊，只手留半的。快甩向前，子贤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球还没有出界。现在距离比赛终了只剩下五分钟，蓝队也是还有时间。哇，大逼鬼想要平球，结果失败了。东晓泰发边线球，蓝队有王浩直接被黄宏轩挡了下来。黄宏轩也是非常的拼命，想要把这球给抢回到手中。继续，黄宏轩，哇，跟东晓泰两个人都搞定。搞定，哇，直接把球挑起来，高举动作。我这边谢荣再次跟曾毅翔争球，东向太，结果轻脚球喷飞了。谢荣其实真的很猛啊！我刚刚自己有一个高级动作，是直接把球给挑起来，想要在空中冲射。自由球吗？好，这时候蓝队换人，涂善存上场，潘俊伦非常珍惜。这个时候，黄队请求暂停。翔过来坐，二杆好。然后星宇从边回来防守。好，我会下来。小泰这边，他如果下来，他如果下来送这，我踢。他如果没下来送二杆，好，没有我们就回防守，战术不一定会成功。找空档，找空档有机会就是。我手有球的那个人。一定到最后，注意听哦，一定到最后是星宇。好不好？坚持下去，现在有什么可以 ？Let's go！ 来，打！好，暂停结束比赛，继续进行这个间接吊球，在门前乱进之中，红尊的神来一脚把球给踹进球门，真的是一团乱进当中啊！哇，他们在乱进当中。比零喽！比赛时间剩下九秒而已了，九秒的时间怎么组织一个进攻呢？子贤，你知道吗？郑俊熙又被吹了 handball 手球，手球。然后裁判起来剩两秒，还剩两秒，自由球的机会，不要再举起来了，手放下，手放下。最后两秒，整个起脚，没有进球，比赛终了。这场比赛最后黄队是二比零击败了蓝队，拿下了无人制足球赛的胜利。切换，
伤害好高。对啊，一下，注意他，好注意啊！终于了，啊，终于，我压力好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累不累？累不累？但你看，累的时候可以换来什么？自己是啊 ，OK 了。哎，玩太久了，开心的哭，开心的哭 ，OK 了。哎，玩笑他几个气。别生，不算，没事。哎，开心一下。开心。赢球了！是五人制足球赛的颁奖，先请大来宾来聊一下这个比赛有没有你觉得表现亮眼的选手？王队的日本人，不够，场上的大脑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对不起，加油，是啊。而且那个中文不太好，就是一直输，然后。忘记赢的是什么感觉，但是我想说，足球一定要拿下来，让我们换队有更大更大的动力去往前冲，然后下次的比赛也要继续努力冲这样子。还有一位，今天足球赛进第一球的 Zing， 哇，没开口就已经先落泪了，非常的感动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第一个进球，因为我一开始也。不相信自己，但是一想传那球过来的时候，我进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真的找回以前的自己，就是那个在场上有自信的自己。不然其实我真的闷超久了，那也知道蓝队的实力，之前他们都很强，那我就觉得我们也不想输，因为输真的很痛苦，而且这次很开心是流开心的眼泪，谢谢。Yeah!